你这里疼多久了？有一年多了，一年多了哈。就这个，就是平常我就是这个地方坐着，稍微坐10分钟的话，就要起来活动一下，要不就卡在这个地方。是，他，就这个，不，你让大家看，对对，我说这个点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他这个是典型的，这个你看，大家看一下哦，来，您这样背后哈，这样，他这一点痛划过来，是不是就是肩椎？所以这个就明显，就是肩椎啊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，你一定不懂得从这里下手，那他这个就会拖蛮久，一年了是吧？我这个以前自己就是检测拔罐，拔罐这里哈，对对。那就是拔到银子啦。这个现在来看是这样，那眼镜可以拿下来。好，我现在帮你处理。好，那我这个手法都会教，因为肩椎的找法哈就是这样。然后两侧，好，你是痛这一边是吧？好，OK，这里很痛啊，这样痛是吗？我还没有出什么力呢，所以我们好像不成比例。我用的力还没有你声音大，啊，这里呢？这一点好一点，啊，这里呢？这里好一点，那他伤到的是一个点而已，他不严重，所以难怪他只有一个座，他就是这一点。你等一下哈，这个是你原来的问题，我慢慢帮你揉开，这样可以接受了吧？好，我再测试一下哈，你这一点会不会痛？不是特别厉害。这一点还好哈，啊，这里真的不会了嘛？对。来，你放松屁股，放松，这里就不会了哈。那真正还是这里嘛？好，那就是这里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一点。这里是不是也疼？好。那我看你另外一边会不会痛哈？我测试一下，你这一点会不会痛？没事。没事哈。所以哈，它的痛点刚好在同侧，哈。所以这样对过来刚好就在那，它四个点哈，它其实只有这上面这一个最明显，其他你摸根本都，所以你看这个都不，所以你看我，所以我说我用力跟它的叫不成比例，它就很痛。所以不是我特别用力，而是它真的有问题，它有问题的地方就特别痛，特别难受，这个就是要原始点，也就是孙思邈讲的阿是穴。哎，就是这种原理，哎，我再稍微帮你用一下，轻轻的，我没怎么出力，已经够轻了哈，是你真的有问题，这个真的是，下面就不用揉了，因为下面测试确定它不会痛，所以它真正的痛就在这里。好，这样已经好了。好，我看这。好，这样可以的。好，我都害怕这地方得那个股骨头坏死，所以我就自己点刺拔罐。点刺会坏死啊，因为点错会坏死。但是你这个算精，你现在动动看。哎，好多了，真好多。是啊，我上的时候就要自己一按，这个地方就酸胀。是，对，现在好多了。是。你真的只有一个点痛而已，不会，好。